讲经，大问时也能同时念佛吗？哎，你要说念佛也可以，你说我没有念佛也可以。啊，什么叫念佛呢？你的心跟佛心相应是念佛。啊，那这就讲，这个讲经做任何工作去，念佛没有断。啊，心是佛心。啊，这个可以这样讲法。啊，如果是心里面真正有佛号呢，那佛号是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大问题的时候，我是专心给你解答问题。啊，我并没有在念阿弥陀佛。